哎，哇，这个球打的就深远啦，右外手退来不及啦，一个大欧巴的安打，垒上跑者应该都要能够回来得分。打击的陈进杰呢，真的是投球跟打击都相当的不错。这一回的二垒安打是一个轻垒的，这个二垒安打带有两分的打点。一开始右外手守的也太浅了呢，守的比较浅。他这个球然后打得又好。所以这也就是布阵的问题。对，来到了7-0。